鹿晗和关晓彤这对娱乐圈的年轻情侣，两人在2017年10月份公开了恋情。对于这对郎才女貌的组合，网友们纷纷表示祝福，但一小部分网友觉得鹿晗配不上关晓彤。在一次采访中，关晓彤被问到有没有被求婚时，机智回答可以说是给足了鹿晗面子。下面跟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关晓彤是童星出身，四岁半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关少曾一起拍戏了，可以说是从小到大都很有实力。而且关晓彤长得也漂亮，气质也十分好，身高也是出类拔萃，被很多网友亲切地称为“国民闺女”。让很多人意外的是，她选择了鹿晗作为另一半。两人在一起后十分低调，秀恩爱的次数少之又少，这让很多网友都开始怀疑两个人是不是已经低调分手了。为此，记者还向关晓彤提问：“鹿晗向你求婚了吗？”这个问题无疑有些太过直接了，毕竟两个人连秀恩爱都很少，突然问这个问题，难免会让人措手不及。只见关晓彤不紧不慢地回答道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，我们现在都还年轻，应该以事业为重，但是我相信他会给我一个浪漫的求婚仪式的。不得不说，关晓彤的这个回答出乎了很多人意料，同时也给足了鹿晗十足的面子。难怪关晓彤近几年在娱乐圈如此的火，外表精致的她不仅演技可圈可点，就连双商也这么的高。对于关晓彤的回答，你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欢迎在下方留下你们的精彩评论。